烧啊！恁这个孙哦，双手长掌，还佫有两个钻。人讲两个钻是恶到无人问，后摆是会大好大歹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甲教。拜托老师哦，不要给他留级，要不然哦，他会去做流氓的。拜托啦，老师啊！阿妈，阿妈，阿妹哪会无去啊？阿妹放袂掉再走啊啦！哪会安尼？伊是阮球队的吉祥物，你袂当给袂掉啦！拜托。我叫郭世雄，五年四班。我叫尤玉兰，四年五班。啊，对了，我上次在大街上遇到你，你橘子掉了，我有帮你捡，结果我漏捡了一颗，那一颗还在我的书包里，你要不要？丢了，阿妈，先在那边拜拜，拜拜才会得到神明的保庇呀。先在拜拜，爱抬鸡抬鸭。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。悉达多太子领着华丽的阵仗沿着各路游览，可是他万万想不到，即将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是他父王事先派人安排的，所以在沿途所见到他的子民们个个精神奕奕，笑容满面，穿戴华丽，丰衣足食，太子非常开心，不停地